员说还要再来一杯吗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一次热情掌声给我们陈启能陈议员，谢谢。那我们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的主婚人，我们再稍微向前一大步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来宾，大家都是在百忙当中，今天大驾光临来参加我们今天谢府以及方府的婚宴。再一次，我们舞台上面的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的主婚人，要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宾，感谢你们的莅临，一鞠躬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有请双方主婚人先行入席。好，刚刚我们都有看到非常温馨、非常感性，我们心仪非常感性的一面。谢谢你们的祝福，你们的亲朋好友一直在给你们加油打气，因为今天你们就要步入你们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。但而且呢，已经有这个宝贝儿子虎宝，对啊，虎宝在哪里呢？虎宝超级可爱的，这可以看得出来，阿公阿妈双方的阿公阿妈，还有爸爸妈妈的基因相当的好，才会生出这么宝贝、这么可爱的儿子。好，那我们新郎新娘，今天呢，在阿妹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们。